您瞧了吗？这是晚清的一个茶馆，自打乾隆55年徽班进京以后啊，像这种茶馆啊，在北京如雨后春笋一般，一家家的兴建。台上是锣鼓家伙，文武代打，台下的看官啊，抽着烟，喝着茶，听着戏。戏台右下角的水牌子上写着今天的戏码，另一侧呢写着明天的戏码。在这台下看戏的各式各样的身份都有，您瞧了吗？这有戴着官帽的官人，养尊处优肥肥胖胖的八旗秧子，这提笼架鸟的少爷们呀，互相作揖打签，透着就那么客气。除了这铁杆庄稼，听戏的还有戴着白毡帽的关外老客，营里当差的铺户们辫子都高高的盘在头上。这些也就罢了，不知道是哪座古刹的两位大师也坐在角落上悠闲地喝着茶，听着戏，品味着这红尘百态。就连这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波斯商人也不愿意错过这个热闹，也不知道他呀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，指手画脚的一边比划一边和旁边牙行的人聊着天。您瞧了吗？只有男客不见女客，这就是清朝的时候啊进茶馆听戏的规矩。这幅画的名字呀叫同庆班茶馆演出图，就收藏在首都博物馆。马连良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特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。除了这幅画以外，这次展览呢好玩好看好听的多了去了，不光有好看的照片手札，还有马先生当年登台的场面和行头，声光电一体，简直了的高科技。这里啊还有马先生的电影资料，循环不断的甘露寺、空城计、李凤姐、草船借箭，您是想听的多子就听的多子，没人管不限制啊。这么好的展览您不过来看看吗？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，喜欢我的频道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，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，谢谢您的关注，再见。